来，白龙雪这一台雨刷喷水头要来换新的哦，这个它就是它之前马达换了，什么都换了，但是就是射不出来。它清完之后也是一样，啊、哦、这个，啊这个再装就直接卡进去就好。啊，你这马子可能会分复古开的哦，大大细坑无同啊。该讲的。啊，无多爱叫，迄毋是马子。可能在上面对不对？算一算青菜当用得了。到后影真正喷水头歹，哦，迄无迄砖哦，砖袂出来足烦的。啊，这你搭好这动作这紧啊？真差的啊！你动作哪这紧？你加老长的无紧啊？啊？啊，无紧震了震了。你我讲你敢想得？哎，还好呢，你也这么赞啊？哎，你真好赞呢！刚刚好，突然有两块等。要要怎啊？我要来转，你要转啊？你转啊！这先卡的无？伊火速，我来去顺着。到遐那转还出来？拜托了。怪病呢？我听莫大声嘞。无，但是咧转。有啊，有声啊，有声、啊，但是水就袂出来啊。这尾仔嘛足饱呢，还是内底无水啦？内底可能无水啊。哎、欸，嘛无呢。还是倒较紧的关系，倒较紧的。有鞋啊，有鞋啊，惊着。现在不刮了，蒸发的。哦。一当转好卖啊！莫到咧行啦！哎，出来！啊，这缸走袂出来。啊，袂内底可能垃圾。啊，袂讲做尿。对啊。啊，我咧食放来外表。哎，但是我刚刚即看内底，敢若讲内底叫垃圾，还是内底有叫清胎？不晓得是不是管子有青苔，来，我们这个管子先拔掉，要看那个压力。安尼有搞啊？有嘞，压力就大嘞，压力真大嘞。啊，唔着头才叫塌哩。你个试几盖吗？压力就大嘞。插起啊，压力真大诶！怪问题。我直接插咧试看卖。放尿了，怪啥？安会使啊？头你搁转者，我可以了啦，转会出来就好啊。哎，要嘞。要高一点，我看你一身，你一致的吗？哦，有可能，我刚刚可能可能，我有，你一直扛，越抓越无力啊！我这不是像阿弟我那种的，我安就使啊。我来拼了。
要要变啊、哦！哦，翘起来，这调这种麻烦了，调这个部分会紧巴、啊。调这个很不好调，因为它会接那个开车，它会吹下去。好，喷啊！喷得太高，后来直接调整好了。好了，大概就这样结案了。就是以这里底伤垃圾啦，它里面太脏了，然后脏水一直喷起来，所以里面要再轮杠一下，喷起来，同学。